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鬼。好长时间没有正儿八经的吃过肉了，因为现在那个猪肉价格实在太贵了。今天买一块牛肉，咱们做一个红烧牛肉土豆。现在，这个牛肉已经在水里泡了有几分钟了，咱们现在准备开始吧。把牛肉切成均匀的小方块，现在咱加点料酒，生抽、老抽。好，现在让它腌十分钟，咱们把那个配菜准备一下。切一个番茄，我没有用热水把番茄的皮烫掉，如果你想烫掉的话，可以把那个番茄上开个十字刀，然后用开水烫一下，把皮切掉就可以了。切个土豆，切成滚刀块就可以。再切个红萝卜，块大块小碎一啊。现在料已经备齐了，咱们准备开火。现在锅热了，咱加点食用油，放入葱姜蒜。爆出香味之后，然后把那个腌过的牛肉放进去，加点花椒，加两个八角，一个干辣椒。因为腌制的时候已经放过料酒了，咱再少放一点。老抽也少放点，生抽，然后把番茄切过来放进去，番茄好像有点少呀，反正家里就剩那一个番茄了，还没有买，怕煮出来颜色不好看，咱再加点老抽吧。这个番茄我没有去皮，如果说了对皮特别反感的话，一会儿它那个皮煮过之后它自己会掉，用筷子把它给挑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个番茄比较硬，因为它现在这个番茄不是以前我小时候那种番茄了，现在这个番茄那个汁儿非常少，还比较硬，据说是为了运输方便，都是改良的品种。你可以用那个铲子把它压一压，加点清水没过牛肉就可以了，然后盖盖炖上十分钟左右。现在炖了有十五分钟了，咱们把土豆和胡萝卜放进去，然后大火烧开，再炖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现在已经炖了有三十分钟了，咱们少放点食盐调调味儿。带劲。因为这个汁收的差不多了，咱开大火，来好再收一下，就准备出锅了啊。这两天不敢喝酒了，前两天喝点啤酒，感觉应该是得痛风了，然后那个
脚腕，然后特别疼。我为了试验是不是痛风，本身已经好了，我特意又买了一瓶啤酒，喝过之后，哎，又犯了。所以说我感觉还是那个酒的原因。谁呀？那先给门开开吧，应该是我朋友，省得我一会儿再起来。我知道都是你。不，拿个筷子，拿个筷子尝尝。好，出烟去了。出烟去啊！一会儿我再给你找来。谢谢。你看看。这是。牛肉。盆儿不咋回事，刚啷刚啷刚啷，烦死了。做东西店，可以。嗯。有点凉。嗯。你尝尝，很这个土豆挺好吃的。可以。那。拍短信，这也会转。他里边儿他这拍儿他故意的，故意弄成这。嗯。牛肉涨一块钱。多少钱？原来33，现在34。那还可以。牛腩是42，嗯，不是，里脊是42。这好几天我正儿八经没吃过肉了，今天，哎，这咋说呀？那个是咋说呀？什么什么不知肉味呀？啥啥不知肉？要没有文化真可怕。但是大肉我真的感觉，我感觉半月都没吃过了。现在排骨48。排骨48，崩了！哎呀，这得跟俺媳妇留点来的，这还不能吃完了。那真好吃，我自己那吃了都多不带劲了。虽然说俺媳妇她那个单位管饭，每天就我自己在家吃饭，但是也给她留点，让她尝一尝。嗯。